蛋是蔡彩虹煎的，吐司是文用的，致癌物，超好吃。哦，这个 YouTube 的，对呢，致癌物。干嘛？我说这个 YouTube 是教大家吃致癌物。现在呢就在外面等车，然后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法国啊，他们叫车哦都不能四个人上车的，都不在他那车这么大辆，五个人可以坐，他跟我说四个人他不在，你说五个人我真的是可以理解，但四个人不能在真的是有点没办法理解。对啊，今天呢我们的迪士尼主题，我跟佩玉的主题哦，真的很像泰国人，那比较韩一点吗？没有，我们请问是想要打造韩国学生吗？有点紧，所以我到除了拍照之外，我可能要先穿外套。哎，真的很紧哦，这衣服真的很紧，连他们真的很紧。我真的快要死掉了。迪士尼是9:30开，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几点了？因为各种的 delay。这张有点酷，太丑。对啊，剪了，脱毛了。它是这样的，一定会这样。现在已经9:12了，我们这里去迪士尼要多少分钟？1个40分钟，1个40分钟。现在我们准备等车呗，搭我们的迪士尼了，耶！真是开心，耶耶！是可以接受的。博物馆走法哦？不会吧？迪士尼至少还可以看看、逛逛、拍拍照。那个城堡。火猴没有我想象中的大呢，应该不是这么小。土城堡的好像比较偏蓝粉色，可爱迪士尼。不管是来到迪士尼啊，还是环球影城啊，我们第一件事情就会来看头箍，我们要找寻我们的头箍啊，怎么有点老旧的感觉？SD7 的蛮可爱的、啊。I am highly disappointed. 有听到吗？隔壁的小孩说他很失望，可能真的觉得这头箍都不好看吧。哎，蛮好看的。好看吗？你看他独角兽。哎，就买这个，你很适合。我们超适合，大家是不是觉得超适合嘉文的？各位，我们现在准备进去。然后呢，迪士尼的影片我就拍个碎片就好了。你们要看影片的话，就去配乐。没有，一定要看蔡彩虹，因为我是碎片。我很认真的玩。捧了很高，大家以为我是拍矿石巨作。对啊，大家就很期待你的影片了。结果常用拍不好的怪他。结果想到你们是碎片，你知道我是什么吗？超碎片。不会啊，你会很认真的拍。我很认真拍啊，我现在心里在想着过那个火车还是过什么跳机，我要怎么拍的？啊？怎么？就边跳边拍啊？对啊，这个相机不可能带上去啊。你用我的。对呀、啊，只能用你的了。能用我的超小台的。哦，是不是表情变了，各位？平地也在叫，我想说太好笑了。小飞象在天上，看起来很好吃哎。哦，吃啊，赶快吃，吃啊，爽哎，爽吗？好吃吗？你不管吃什么，看起来都很好吃呢。开放式。果然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离开亚洲餐厅。第一天，我们还是在找亚洲食物。今天吃的超多，太爽了。嗯，它炒的好好吃，棒。我们现在到的呢是老佛爷广场，其实我们也是到很久了啦，我刚刚已经排队相爱了，排了1个小时多，真的是气死我。什么都没有，什么货都没有。其实我这次冲着来巴黎啊，就是一定要买一颗线然后回去，但都没有，真的好生气。买了在马来西亚买不到的东西，就是买越多。然后这次是班期又买的啦，可是呢我自己也买了一个护手霜，我就想说那香味真的很好闻，我又是一个护手霜狂热者，所以我就买了大概150马币这样子。
享 double 耶！ Yeah, 各位，如果你们买 Chanel 的话，一定要来蒙田大道，就是这里。这一家真的是不用排队，然后货虽然没有到很多，但是第一点不用排队，这一点就是可以接受了。然后这边的 sales 也很好，如果他还在的话，如果你们建议你们找 Lina 这个 sales， 这个 sales 真的是太好了。那我今天已经 get 到了我要的包包，太开心了。而且那个柜姐还有跟我讲哦，就是如果你要退现金还是退卡，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退现金的话只可以退11%，然后如果你要退卡的话，可以退到13%，非常高的那个汇率哦，真的很高。而且记得7点就关咯。我们现在到罗浮宫来拍照，一个大问号，一个大三角形。这个我这跟罗浮宫还有什么区别？没事。我们就是游客，这个其实也是博物馆来的。博物馆就算了，不然没进去啊。这样有好看吗？别拍这样。我们这样子就好看了吧？我们就这样吧，如何？耶、yeah, ，我们罗浮宫拍完啦。但是我觉得最好的角度呢，就是要有一点三角形跟后面的建筑物一起，会比较好看。来法国就是这种秋秋的好爽，而且很开心的是他们这边的天气啊，阳光可以到9点，所以我们几乎把时间都用在可能下午啊，太阳比较烈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在逛街的时候。然后现在太阳比较下山，这种温柔一点的阳光咧，我们就会选择来拍照这样子。这画面好好笑。这爷爷很可爱，在拍我们。啊，聊天了，聊起来。Let's give a look at this. Very heavy. The quality is good. Yeah. Yeah, very great. Take a pictur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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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ima kasih. Miss, thank you. Il n'y a pas de quoi. Ah. Pas de quoi. Il n'y a pas de quoi. Il n'y a pas de quoi.Il n'y a pas de quoi. You know what it means? I don't know. You can say for nothing, you know? If no, you can say, et voilà. Et voilà, what's the meaning? If you say, et voilà, everybody thinks that you speak French. Okay, et voilà. Everybody will say you speak very good French. Okay. Et voilà. Okay, okay. See you, bye-bye. Bye. 让大家看一下现在巴黎9:11的样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哇，被按爽哎喂，看头发被人偷笑呢。他正在偷笑我，这个我看到。到你唱歌了。Happy birthday to you. 哇，好敷衍啊，是不是？一个朋友就这样子而已了。怎么了？你可以认真的唱歌吗？你唱歌这么好听。Happy birthday to you. 还以为真的好听。哎，唱一个鸡叫版的生日歌给苏珊听，来。Happy birthday to you.哎呀，真的很认真唱给你听哎！谢谢小白。今天送成功男朋友呢，就梳了一个很帅的头发，有点像是欧巴的感觉。毕竟我的目标是成为一名韩国欧巴，嗨不嗨？你的表情什么意思？苏珊观众朋友们呢，今天苏珊其实完全不知道去哪里了，她就是跟着我们跑了行程。开心吗？生日可以做乌龟嘞，开心吗？谢谢你，要谢谢大家。谢谢，那我说。谢谢大姐，谢谢二姐，谢谢三姐，来准备说。哎，忙内还不讲怎样？谢大姐，谢二姐，谢三姐。爽啊！今天扮演宿舍的一天大姐。哇，我们到了一间餐馆，然后呢，上面就是巴黎铁塔，海西。本来是没有位置的，终于看到巴黎铁塔。终于啊，我们来第4天才看到哎。就是本来我们2年前要来的，但终于看到了。你看哇，超漂亮哎，这个角度。哎，唱生日歌。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鸡叫版来一次。你那个是什么鬼鬼祟祟版？对，它是鬼祟版。苏珊的第一个生日惊喜就是来到巴黎塔附近的餐馆吃东西，开心吗？惊喜？这个不叫惊喜，这是惊喜吗？这是大惊喜呢。好，我们点了这个前菜，前菜，前菜，前菜。你的好吃吗？我不会欣赏，对不起。我也不会，我觉得它的那个面包很好吃，是真的。我面包。然后我的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好像可以接受又不太能接受的样感觉的样子。它就是不知道什么汤，然后里面有培根、有蛋，然后还有一些黑豆。食物来了，我们吃的是这个猪肉，猪肉，猪肉，
牛肉、猪肉，这什么肉？鸡肉。这边应该算是我们来到这边第一次吃猪肉。对，第一次吃猪肉，我们来试试看。因为我发现这边的猪肉跟鸡肉很少，感觉很柴，一切就懂很柴了。哇哦！完蛋了，完了。嗯，好像鸡胸肉这样啊，死定了！是不是这是鸡胸肉？那根本就鸡胸肉，从切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哇，你看丝丝的，一丝很像鸡胸，但是 OK 啊，至少是好吃的。好吃啊，是好吃的。你喜欢鸡胸肉那种？好喝。嘉文的好吃吗？嗯，好吃。而且这条路拍超美的，我刚刚发的就在这条路拍的哟。这条路已经变成有一个新名字了，畜生的生日之路。不要乱命名好不好？实现愿望的吧，是不是？谢谢你啊！哇，原来这里就是我第二个惊喜——梦幻小镇。对，这个酒店其实很出名，没听过没？这是全世界连锁酒店来的。不懂。马来西亚也是有铺面。啊？对啊，只是这间铺面很漂亮，因为有巴黎铁塔的附近。这是完全就可以照到巴黎铁塔嘞！我们现在要去我们的房间，我们720。开心吗？也第二个惊喜嘞！那时候我不是跟你讲我要拍那个照片？我就听了你说要拍才订的。真的吗？只是我订不起这么贵的。可是我是第一天的时候才跟你讲我要拍嘞。没有，就是我知道你想拍啊，我有一个预感，我知道你一定会喜欢。是你想拍吗？不是，我不是这种肤浅的人。我们的房门是720。到了，你看他的卡是木质的，很有质感。很奇怪，到底怎样做晶片在里面，你知道吗？哦。我们进来了，我们要看最重要的地方。右边，右边。最重要的地方。哇！哇 ！Oh my god！ 看起来就是很土豪的人。对，怎么？漂亮吗？有钱一样。然后它里面就是一张床，然后面向外面的嘞。其实算蛮小间的。对呀、啊，又小又贵。对呀、啊，但是它就是那个阳台是最值得让大家来花费的地方。哇，它的厕所很大，好像什么讲不出话了嘞。就这样呗。对，什么厕所很美呢？它很贵的厕所。OK 啦。而且你看厕所的那些东西，感觉都是用蛮好的。还有这个东西，哦，就是那种很豪华酒店。哇，意式拖。2000块，真的。2000块买你一个开心不好吗？是可以啊，但还是太开心吗？那就亲一个。不要。他害羞的。你是有病哦！先让你们看看书生看的风景。我现在在观赏着我的风景，给你们。动物园来耶，看到吗？外面的动物一直在动。原来来这里这么贵，不是看铁塔，是看动物。你看它可爱哦，放个脚架，然后在这边拍。重点是配是在摇滚区，是不是？啊？摇滚区？不是啊，所以他已经拍了半小时了。对，刚刚他有进来一下，我们以为他结束了，结果就出去了。来，可以帮我开头呗？耶、yeah! ！我们来野餐的地方了，开心！这里真的很爽啊，这是我一直很想要在巴黎铁塔下面做的事情。哇，你后面有长长的巴黎铁塔，开心啦！就算吃的很简陋，但还是很开心。所以来法国的一个意义就是哦，不管吃什么，只管地方好不好看，对，舒不舒服，对，哇，兴奋呢！大家都好chill哦，你看。大家都在那边只这样子坐着躺着，这就是我很想要来巴黎的地方，就是行程不需要很慢，就是街边做一件事情也好，这样子不管是野餐还是露营，我的职责就是摄影师。对，我发现当摄影师有个很棒好处，就是可以有理由赶快啦，饿了啦赶快啦。那我们的食物就这样子，看起来不是很丰盛，但可以吃就好了。嘉文，你确定这样子的摆设有好拍吗？这样子可能是摆地摊的，好像没什么，很残破的样子。对啊，我们好像很穷，吃不起食物一样。你的好吃吗？就是巧克力啊，普通吗？嗯、好吃吗？这个好吃，是那个奶酪吗？就是很像蛋挞，但比较难吃一点蛋挞，但是还是很好吃。是人在绑头发。你看我的，这样算好吃哎、哦。我想吃一口哎，这巧克力球是不是？可以吧？很好吃耶，好吃啊！我觉得我吃的是法式面包，本来想说在那边拍照的，没办法，要的不是牛皮纸，我想用牛皮纸拍照。
蛋还是很好喝。开心吗？开心。你开心吗？开心啊。我们怎么看起来长那么像？太可怕了。我怎么脸那么大？放远一点。你的我脸。Happy birthday to you。 吃饱了，狗粮吃饱了。你要戴墨镜咯，你要镜，你眼镜要换的。臭鱼吗？没，冷冷的冰。真的好冷哦！妈嘞，有录起来吗？录起来吗？你有录到吗？有啊，抖音上面他们都会拍一种很漂亮的鱼，然后有人就说这到底是什么鱼啊？下面就会打算是刘德华的冷冷的冰鱼。这么好笑，明明就很好笑，你们干嘛？你们自己露八尺，你们给我照你自己。他们都在笑，干嘛？开心吗？开心。开心吗？开心。这个应该是怎么样的事？哈哈哈哈哈！不好笑。哇，他那个笑吓到我一下。我就要穿破你耳膜啊。真的很凶，我也会对你这么凶，不要烦。真的好恶心啊！我刚刚离开这个画面。不是啊，怎么了？我在骂他呢。对呀、啊。巴黎铁塔开灯啦，它还没闪亮亮，听说要11点才会闪亮亮。大家如果来呢，不爱喝酒的话，记得要准备水啊，还有一些食物。其实还好，因为食物这边叫得到 Uber Eats。各位，给你们看闪亮亮的巴黎铁塔。好好看，好浪漫哦！这里，要离开我们的爱房了，还满意吗？这一间，可以啦，出了价钱。什么叫可以啦？出了价钱啊！我花重本，就让你说可以吗？我们拍了很多照片，很划算吧？很划算，很好看。好了好了，这里是不是值得来拍照？啊，我不会来第二次哦。我觉得这一间是可以一生来一次，但是你要拍到照片呢、啊。对 ，Yes go， 我们 check out 喽。耶，走喽！再给你们看多一次那个美景好不好？早上的美景不一样哦。哇，真的不一样哎。然后呢，你看这里有很多那种感觉像高中生那边在操场那边打球，超 chill 的。Goodbye， 普明。今天我们来到了岛泽村，是这个 Lovely Village， 是著名的 Outlet 啦。今天又是采购天啦，换掉吧，掉吧啊！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带什么东西，这样子。败家时间，败家时间哦！败什么家？我是节俭勤家的小孩。这里生日应该还没过完吧？哎，常用天会表示点什么？我还有两个愿望，五个香奶啦！对啊。哎，各位各位，惊喜跟愿望是两件事情。啊，三小。喂，给你看看我们的战利品，这个是我们刚刚逛的 Balenciaga。然后呢，这边真的很好。我们刚刚是这样子啦，不知道每一次的折扣是不是都一样？你买超过900欧吗？900欧元。就是你超过900欧元就有10%的折扣，然后还有的退税，这两个我们总共赚了差不多22%，扣了22%这么多呢。所以 Outlet 还是蛮好买的，虽然我觉得这个 Outlet 呢，它是真的很 Outlet， 但是还是有好看的啦，就是要得慢慢找那种。我们现在呢就走走逛逛，找一些吃的，因为我们又想吃中餐了。中餐真的很棒呢。然后其实巴黎讲说这边夏天啊20几度啊，就是他们只要是阴天或者是下雨后，我就觉得这边变超冷的。还有就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像马来西亚好像不管有没有遮阴物啊，天气都会很燥热很热，可是巴黎这里哦，它就算太阳很大，只要你有一个遮阴物在旁边，它就会变得很凉，觉得它这边蛮妙的。终于记得为什么大家都关店了，因为今天好像跟明天是法国的公共假期，所以大家都不开店了。我觉得这边的特别一点就是马来西亚公共假期都会开店，因为这样子会更多人去消费，可是法国就真的大家都不开店。各位，我们终于找到一家有开的了，但不是中式，是泰式。是泰式八口对我。他们这边都很奇怪，就是中式的话一定会有寿司，然后泰式的话，我之前看到一个跟八口跳一起，就很奇怪。他们就缠来缠去啊。哦，这个是那个很好喝的奶茶。对，等下可以来喝。这个我们要吃这一间泰 cuisine。我们的食物到了，啊，很好吃。
这个是鸡肉吗？对呀、啊，这是鸡肉沙爹，冬阴，还有这个是叫什么、啊？叉烧鸡。那是叉烧鸡。怎么样？像鸡胸呢？啊，就是鸡胸，没有错。哎，不好吃吗？哦，它的米是泰国米。因为我爱叉烧鸡，就是叉烧鸡。咱们就好，试试看这个冬阴有没有到位呢？哦，娟啊，完蛋了，嘉文不能喝了，很辣吗？辣的，那还狠吗？我已经叫他放小了，你喝。来喝一下，我就要拍你不行的样子。他讲不出话，他不行，但是应该不行。很好喝，是好喝的，但真的很辣。嗯，好喝，我是看你的。这个打泡鸡也是辣的，它有一点打泡味道，但是又少了打泡味道。嗯，我觉得打泡味道很香嘞。那鸡不好，应该用鸡胸，应该至少要碎鸡。这个的饭是粒粒分明。嗯，有点干了、啊。很粒粒耶。我不喜欢太干了。这是这个沙爹。嗯。这个肉应该比你还嫩吧？有吗？鸡胸蛋比较嫩，你猜呀、啊？好吃呀、啊！好吃。总结这间店都不错，果然泰式应该都不会差到哪里去呢。我的烤鱼感觉是酸辣鱼，嗯，好吃吧？好喝，水果，有鱼很搭配。No、欸，它的虾也很新鲜，其实。哇，这酱料100分哦，这家真的不错哎。耶、yeah, ，各位，我们现在到了我们要拍照的景点。哎，为什么太阳又不见了？你上一个厕所，太阳就不见了。对啊，我们现在来的是一个叫卢森堡的公园。为什么会来呢？因为 V 有在这边拍照跟打篮球。那今天谁要当 V 呢？不要问了，就是我要当 V 了。没有要你当，不准当。我是 V， 不可以。哎 ，V 讲一下。啊，这样啊 ，V V， 各位 V，I'm V， 诺伟，太阳出来了，各位 V， 耶耶，你有病是不是？今天要跟他拍那一组同款的照片，就是他整个很可爱的坐在椅子上的那个照片。他好像就是在这里哦，在这个地方打篮球，哈、哦，跟他打篮球一定很幸福。我们现在在捕捉太阳，看现在其实是非常阴天的，就是我们的影子也很小的那一种，所以我们打算呢在边边这里等太阳。这个公园就是布满了很多这种青色的椅子，然后呢有网球场啊、篮球场啊、排球场啊，这些所有东西都有。你看大家就会这样在街边上看书休息。这个公园真的超级无敌大，超级秀。但是今天的天气真的不太好，我们现在身后是轰隆隆隆隆隆隆的，很可怕。哇，刚才你们看那个乌云在追我们呢，好可怕。而且哦，像这样子的天气轰隆隆哦，他们还是很淡定，就是在街边看书的还在街边看书，完全没有看到有一组这样会担心哎要下大雨了要跑那种感觉，没有，他们还是很淡定。下雨咯各位，欧洲第一次这么大阴天，好，进去躲雨吧。不是，这不是下雨也不是阴天，这是我的朋友们还在里面拍照，没想出来，你知道吗？超强的，为了照片可以不择手段。对，他们都是为了照片。我为了不要被雷劈，我跑得多快？对，很危险，不要开玩笑。我到现在没有看到他们的影子哦，因为佩玉穿的红色超显眼的。哦，哇，那个灯打雷。所以，我们已经安全的到车上了。很棒，你们两位真的是厉害吗？敬业，为了照片不择手段。现在我们就要回民宿了。我们今天刚好在法国的公共假期，没有想到现在人假期啊，真的没开店。他们都不爱开店呢。目前应该只有吃的店面开是吗？应该是哦，我们去了商场不有开吗？因为很多店面都没有开。那我们摆下来再剪了，你们看，就是那种拍漫画的。书很漂亮的地方，然后过你看那个配的照片子哦，真的很漂亮。但还没有开。我们已经去了两个地方，做了两次 Uber， 然后都 GG 了。我们浪费了 Uber 钱两次。哎，很可爱哎。对啊，真的是蛮可爱的。不可爱也要讲可爱，真的很可爱。这是我喜欢的。一定可爱啊！这它里面有个楼梯拍得很好看，它里面可以拍照哎。哇，很可爱，很可爱。好可惜哦。
搞什么？今天这一店搞什么东西？这间冰淇淋店超级无敌多人的，我们排到在这里，因为刚刚我们经过，我们想说，逛逛，要不要来看一下这个为什么那么多人？这应该是两天里面以来我们看过最多法国人的一天吧，人多到店员都出来 serve 顾客了，然后各位呢就拿着单子进去这样子而已。这间店呢，我刚上网查了一下，它这里呢全部都是比较著名的是那个开心果粒，它就是包裹着开心果这样的冰淇淋。你看起来很是吗？这是酸酸甜甜的。开心果是那个啊。哦，开心果啊。对啊，开心果粒。而且它那个店员的衣服很可爱，你看。生活需要冰淇淋。Life needs ice cream。它有1、2、3、4、5种口味。你就牵着我这样算了。你自己牵我。不要害羞嘛。它有五种口味，有黑莓、黑巧克力、开心果、玫瑰，还有原味。付钱咯，一支大概7块1欧，蛮贵的。OK。因为其实它的价格3.9欧是一个小个的框加两个，是个不错，我觉得这个价钱是 OK 了。但是它才有加一个开心果那个外层啊。啊，又要加钱。对。那个比较贵，但是我觉得是之前店的招牌。对，应该要 try 一下下。所以我们这个阿轩算起来马币啊，30多块一支。70、28，对，30多块一支。哇，不好呢，而且我们叫小球呢。对啊。这是试吃吗？你吃吧，好吃吗？很好咬的。那开心果很好咬哦。蛮解腻的。You like this flavor? This flavor is the speciality. 就开心果口味。你们喜欢这个口味吗？这个口味是开心果口味，刚才口味是开心果口味。OK。I want this flavor with dark chocolate. OK。哇。就是这个开心果粒很好吃，给包酬不用钱。哇，真的是给好满哦。这不用钱，就是看到我们在排。对啊。哇。我想要试试。看开心果很加分。各位，我们现在到了凯旋门，就是这么大顶门啦。就是法国必来的地方之一。然后呢，我买了一个法国吐司面包。他们讲这个不是法国吐司面包，因为上面它只是不美啊，是 odd 那种 odd。哎，他们讲上面有谷物，不是法式面包。然后呢，这边他们说这里的也是要很照顾，因为这边的扒手也是蛮多，很危险。我们呢就站在路边这样子走街这样拍照，因为这边过马路超危险的，就是它没有一个专属的斑马线，然后大家要过马路就是这样子通上通下的，然后这里的车也是扒来扒去。爽吗？好爽哦，我们应该第一天就骑的这个 scooter， 给看到美景。哇，巴黎在后面，我们就是这样子一路过来的，很爽。我们要去找拍照景点是吗？对，跟着我吧。书生带头哦。蛮可怕的感觉，我们到了这个拍摄地点。各位，这个 scooter 要推上去有点小重，这台车真的很重，不是开玩笑的。它比一般 scooter 重啊，比没重很多。看它感觉安全很多啊，因为它打力很大力。哇，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哇哦，这个里拍到全部铁塔，超漂亮的。塞纳河畔坐的咖啡，喝一杯猪肉冰在这里。高脚啊，可以高脚，好不好？ Yeah, 开心吗？开心。哇，手好酸，现在呀。现在我们拍情侣照啊。有人想看吗？你们拍了又不发，干嘛拍？我们拍，拍了又不放成。我如果男朋友的 IG 10篇有9篇你是他。就好像什么你知道吗？什么？IG 叫我们亲嘴。不是，我说你们亲一下，爱美人又不发，没差。如果配有男朋友，他10篇文都是亲嘴，他对。我不会。下次配一交往，你们就催他发亲嘴照。哇，各位，刚刚我在 Google Map 呢就有收到，我要想说这个地方在哪里，我要分享给大家。其实这个呢也是一个拍照景点来的，它叫 La France Renaissance， 不
懂啦，等下我会贴在这里。这里呢，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呢，它这边游客很少。不管为什么大家不会在这边拍照，可是这里很好的是很大片的天空，可以看到一整只的巴黎铁塔。看，它还有一堆船在旁边，就是在这个巴黎铁塔下面，很好看。这里推荐大家来哟。夸张吗？我们又是中餐咯，我们又再找了一间在埃菲尔铁塔附近的一个中餐。中文字哦，100分。这边的店呢，就是如果你靠近埃菲尔铁塔，就会被定走外面的位置，所以我们坐了里面啦，按摩摩的。我们叫了古老肉跟辣鱼。哦，古老肉，它不是排骨，它是辣，不是排骨，哦，是肉，嗯，猪肉，蛮嫩的肉，好吃嘞，是吗？嗯，这鸡好吃嘞，为什么辣椒鱼？就是辣鱼，好像吃泰国，对，它古老肉是好，这个辣鱼，哦，看呀，哇，它辣鱼好吃嘞，想看吃不的一定要去市政那边。这个是椒盐虾，哇，直接吃，它家好嫩，这是我丢的西兰花，切切看哈，感觉炒的蛮好吃，嗯，坐在这边很舒服，每一次都好吃，嗯，好看好看，好喝。我们现在吃饱了，然后呢，我们又想要去铁塔的那个操场那边逛逛、休息、秀秀。现在我们已经到铁塔旁啦，然后呢，你看我现在因为要没有电了，但是呢，只有 power bank 在就可以充电啦。我现在只要关机充电一下，就可以很快恢复了。看我现在没有录影呢，它就在充电了，因为充电超快，20分钟直接100%，就是10分钟这样子就一颗满了，然后呢。它就会接力的充第二颗，好快哦，就是你在休息的时候你就能充一下，然后它就满了。现在呢，它是用着我上面的电池，就还上下的电池，这样继续一直充。太太有说现在要去我下一个惊喜，帝国海那个第一个惊喜，我们现在要行驶了，走吧，我们要省钱，两个人都一台，我真的不想再跌倒了，你请你小心哦。 OK， 出发，我们就安全驾驶了，对，慢慢来，我踩完就快就这样了，谈恋爱的感觉了，是真的。谈恋爱，这两次在一起，我是这样子站的。慢点啊，我可以慢慢。是真正是要这样子骑的，真正是这样子。我们的朋友在哪？哎，巴黎铁塔在后面呢。我的惊喜是坐船。上船吧，书生。上船哦，好开心哦。对，等一下我们就坐这个船，我们到搭船的地点啦。看来好多人是现在搭船了，你准备上船喽。好，我们先坐边边。哇，这里好暗哦。我们现在就是要等那个铁塔亮，看可不可以捕捉到呢？亮了吗？呀！等到巴黎铁塔亮咯，然后我们就出发了，觉得现在应该是太暗太暗了，大家应该看不到画面，大姐，那我就静静的欣赏风景咯，来看我的，我应该拍得到，哈哈，这样子哎，可以看到你哦，好像鬼片哦。好嘞，各位拜拜。啊，又忘记拍影片了，我们现在吃早餐，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是蒙田大道的其中一个餐厅，你等下去雪地了，那我们要战斗了，我们现在要储备能量，我叫的是普通的炒蛋，因为早上真的吃不了太生的食物。它里面给了 ham 跟 cheese 和西瓜也太多了吧，我不知道价钱会是不一样的，肯定不一样，可是你真的太夸张了。浅尝一下它的热巧可丽，大家一定很奇怪我怎么突然讲了那么台湾腔，跟你们真的很难，台湾人不讲台湾腔，讲只要有他们在我真的没办法切换，讲娘娘腔，很淡耶，嗯，他们好像这里的饮料都是要自己放调味料。各位，我们这边呢，就是在这个蒙田大街逛逛。哈哈，买好料了。他们真的很夸张。一人手上一个巴黎世家袋子。代购，代购。
很可怕，他们现在有点上头了，应该是说各位超上头。今天里面买了两个包，对，一个小时花了20万吧，有，很可怕。至少是买到他喜欢而且找不到的包。对啦对啦，是可以啦，因为毕竟这里退税真的很好，而且这边的货是蛮新的，对，很新。像我买了这双皮鞋，像拖鞋这样哦，嗯，是新出的，刚好这几个礼拜吧，应该。对，给我买到我的 size。哎，这里其实很舒服啦，你看。整个大街这样子一直逛一直走，其实我觉得比百货舒服。这边的态度都比百货好啊，对，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来直接来蒙田大道买东西，不要再去那种百货了，真的态度人又好。老差爷百货没有选啊，还靠腰，老差爷真的态度超烂的，真的态度超差的，对，不能怪他们每天见那么多顾客，心情会很差的那种，因为他们可能也遇到很多很差的顾客，可是你不能把其他人的东西来。对啊，所以不要去老差爷哦。小欧直接介绍了老差爷，我差爷爷。好了好了。靠腰靠腰。我们现在逛到一半饿了，我们刚消耗太多体力了。等一下我买什么？没有啊，我觉得这不够壮观，我不想。我等到拿到那另外一袋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说。我刚要补货了，各位。对，大家一直在补货，就是我们有偏代购行为啦。对啊，我们都帮朋友带，然后当做是我们自己买，看起来厉害。我们走到一家餐厅，这里很不错。怎样？要在这边吗？哇，我们的食物到了。哦，我的是这个。怎么来最后一天还在吃这些？我假装不知道啊，而且帕泰啊，帕泰不是法式吗？我喜欢的。然后我叫的是 truffle and ham， 通心粉吧，这个是。可是我比较想吃面条哎。什么味道 ？truffle 啊，然后他叫牛肉用，但是薯条感觉就很好吃。对啊，好赞。嗯，看来的薯条，这是我很喜欢的。哇，我很喜欢细。天哪，那薯条好好吃。你那薯条娃娃真的很好吃。我想叫多一盘哦。哇，嗯，我要试吃我的 truffle 了，可是我不是很喜欢这种哎，这个很像 baby 吃的。你那是法餐吗？对啊，意大利面啊。嗯，最好吃的啊，说 truffle 很香，就是要这种时候拍才对呀、啊，哇。真的是很可怕呢！哎，这只是一盒，里面有四个东西，是我的代购。来看哦，其实买那么多，虽然是买最少了，虽然买了一个小包，但大家别忘记，它还有东西哦，还有腰带，还有你买给我的东西、啊。买什么？不知道啊，等你的惊喜。不会买啊。你的惊喜在这里啊，就是我自己的东西啊。不要，我要等你的惊喜。耶、yeah, ，各位，我们现在来到第四个惊喜乐园鸟，这是我一直想来的。这个乐园通常一年只有两次，刚好我碰上了。对，我想说多半个月就没有了。对，所以一定要来。漂亮哦！你看现在的天空是粉色的耶，我要坐那个荡秋千，大大的，可以看到粉色天空的那个，而且现在没有人看，因为刚刚下大雨，下超大，我们也是回饭店休息了一下下再出来。你们看，现在还有积雪的。我要做那个荡秋千，希望可以给我带我的 Action 2去，这样子我就可以拍风景了。我要做的就是这个，要多少钱呢？7块钱。24、28块。耶，我的惊喜，买到了两张，因为只有他陪我做，没有人。他们两个真的不敢做。他们现在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他们去拍照。上去喽，上去啊！啊！好恐怖，好高，好高，高了喂！真的很高，真的高出声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我不可以有你啊，你很高的呀！哇！高了！我不可以！不要！我的！我的！哇！我记得，真的很高哎！太恐怖了！我停了，好凉，因为现在就是算有点，对，像接近冷天、冬天这样子，才20度，然后吹在上面真的是超级爽的。看，
我们现在正在缓慢下降，然后我隔壁这位人士不行，我现在太高了，真的太高了，大家不要还要流眼泪，还流眼泪，大家不要给抢，我们现在玩这颗球，啊，很可怕嘞，哇，我在这颗球球里面，而且。他撞击力超强，而且速度超快。现在只剩下嘉文来陪我玩这个速度圈圈的，很想玩呢、啊。耶、yeah! ，这很快吗？很快哎、欸，这很快，这很快。他转圈很快，我看他是。我们出发了。他们好像很轻松哎。对啊，加快有了，加快了，加快哎。是要退后了吗？哎，我们看这里很好哎。你不是我吗？加快了！哇，加快了！加快了！加快了！哇！哇！加快了！加快了！完美的祭典呢？各位，耶、yeah! ！
这个生日去很成功哦。好玩好玩，揪到他们来了，开心呢。我们感谢他们两位啊，其实没有，我们要谢谢你们英文大师，英文大师。怎么客套起来了？不客气不客气。好耳 Goodbye， 好美。对啊，完美的旅程。我们现在要驾车回家了，大家再见。我们的欧洲之旅就结束了，我要回去存钱喽。各位拜拜。因为两个人的机票的费用真的很贵啊。你明年的生日好像还在新年哈、哦。各位拜拜，拜拜。